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维。本集影片开始前，恳请您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让本频道有持续下去的动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2023年4月9号在法国举办第120届五大古典赛之一的巴黎卢贝赛。本届参赛的选手包括了上个月底拿下13赛冠军的 Wolben R， 他在去年的巴黎卢贝赛拿下第二名的佳绩，今年米兰圣雷莫冠军得主 Mathieu Van Der Poel 去年的巴黎卢贝赛他排名第九，和 Mathieu Van Der Poel 同队的 Alpecin 冲刺大将 Jasper Philipsen， 2019世界冠军 Mats Pedersen， 2020-2021 连续两届的世界计时赛冠军 Filippo Ganna。 本届比赛全程有 256.6 公里。四名选手从主集团发动攻击，成为领先集团。DSM 的 Ecop 从主集团发动攻击去追击领先集团。Dylan Van Baarle 进行补给。这边说一下，通常背号一号就是上一届的冠军，他去年以均速将近4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打破历年巴黎卢贝赛的记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上方的连结。我问他在主题团中， Mathieu Van Der Poel 也在主题团中。 Jumbo 车队大脑涂装的安全帽相当显眼，主集团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上。2019世界冠军 Mats Pedersen 在主集团中。主集团抓到了稍早逃脱 DSM 车队的选手 Ekov。几名选手摔车了，其中包括了 Peter Sagan， 他是2015-2017连续三届的世界冠军。主集团又有多人摔车，领先集团还有1分16秒的领先。换 Alpecin 车队在主集团前端。这种路况真的很容易造成机械故障。这是快步车队的 Lampard， 上届的比赛他因为一名观众的手而惨摔。这路真的很颠啊。主集团几名选手发动攻击，成为第二集团。Jumbo 车队杀到主集团前端。接着 Wolben R、Mathieu Van Der Poel、Stephen Kuhn 也从主集团发动攻击，他们追到了第二集团。
带领剑集团的 Derek G 发生了机械故障，这是他首次参加巴黎卢杯赛，发生了一波摔车意外。上一届的冠军 Dylan Van Baarle 也在其中。Max Pedersen 从主集团往前追击 ，Uber 马丘 Van der Poel 等人追到并加入了领先集团 ，Max Pedersen 也追到并加入了领先集团。第二集团即将追到领先集团。领先集团目前有十多名选手，包括 Wolven R、Mathieu Van der Poel、Stephen Kuhn、Filippo Ganna 等人。领先集团前段加速，几名选手逐渐跟不上。Laporte 等三人成为一小集团往前追击 ，Laporte 意外没有拿到补给 ，Mathieu Van der Poel 在前端拉强度，这时候时速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上，领先集团后端选手逐渐跟不上了 ，Mathieu Van der Poel 不断发动攻击。这时候领先集团的速度将近每小时60公里。Jasper Philipsen 的车有状况，赶紧下车处理。他很快的回到了领先集团。在第二集团的 Laporte 车子也出了状况，赶紧换车。Jasper Philipsen 在领先集团前端，终点前是 6.4 公里发生了意外 ，Degenkolb 摔车了。现年34岁的他是2015巴黎卢杯赛的冠军，那年他还拿下了米兰圣雷摩的冠军。Uber 发动攻击 ，Mathieu Van der Poel 等人紧追在后。刚才摔车的 John Degenkolb 赶紧往前追击。Uber 和 Mathieu Van der Poel 两人在最前面。Uber 车子有点问题，赶紧处理。Mathieu Van der Poel 是目前的领先者。Uber 急起直追。Mathieu Van der Poel 这里有点惊险，差点撞到障碍物。Uber 在第二集团发力往前追击。Jasper Philipsen 也追了上去，终点前3公里 ，Mathieu Van der Poel 还有30秒左右的领先，看他能否顺利逃脱到终点。Mathieu Van der Poel 这时候速度维持在每小时60公里左右。Mathieu Van der Poel 率先进入最终的赛场。Mathieu Van der Poel 胜券在握，开始庆祝他的胜利。最终就是 Mathieu Van der Poel 夺得本届巴黎卢杯赛的冠军，而且还以每小时 46.8 公里的均速打破了去年 Dylan Van Baarle 创下的史上最快纪录。在后面欢呼的队友 Philipsen 接着准备要来跟 Wolven R 争夺第二名。
Philipsen 夺得了第二名， Wobenhaar 第三。2019世界冠军 Mats Pedersen 排名第四。Wobenhaar 也很有风度来恭喜 Mathieu van der Poel， 稍早摔车的 Degenkolb 第七名到达。到达终点后的他难过的躺在地上，对于刚才的意外感到相当的失望。Mathieu van der Poel 与 Philipsen 也过来安慰他。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影片，希望您会喜欢。最后再次恳请您支持本频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